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啊！今天这个题目很特别，叫“真听老人言，幸福在眼前”啊！这题目是谁出的啊？这两句话很不容易做到啊！那我们就要谈一谈老人是谁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好像是在和谐拯救危机陈大会先生问的，他说我们现在社会有了问题了，国家也有问题，世界也有了问题了，我们要问谁啊？我当时告诉他，我说你看看三四岁的小朋友，他碰到难题了，他就找谁？那找他爸爸妈妈，肯定的。那我们今天社会上碰到问题了，也都要找老祖宗。老祖宗有智慧，老祖宗有经验。特别是中国的老祖宗，我们常说的古圣先贤啊，他们的智慧创造了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5000年的历史，非常难得的，在整个世界上。5000年长治久安，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族群找不到，只有中国有。我们能不佩服，能不尊敬吗？过去70年代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斯他曾经说过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就是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那么诸位要知道，大乘佛法已经变成中国传统的一部分2000年来，佛法对中国的文化贡献非常大那么这就是汤恩比博斯的话，中国古人心量很大，他能够包容异族文化，就是指的佛教，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他能包容，能接受，能认真学习，
二佛法佛教的，也帮助，真的是帮助了中国，就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这唐人不是说。那他说的话真的靠得住吗？我在伦敦访问过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。伦敦大学呢，在排名啊，比不上剑桥跟牛津，他们排在前面。可是如果单讲汉学，汉学的研究呢，我觉得伦敦是应该领先，应该领先的这两个学校，我跟他们汉学系的研究生，跟他们交流过，也跟他们的教授交流过，我问他，很认真地问他，汤恩比说的话，你们相不相信？因为他们是研究汉学的，我很佩服他，这批年轻人，北京话讲得比我好。我还不会讲，他们讲得非常标准，能够读中国的文言文。有一个学生告诉我，他的博士论文是用的佛经，说哪一部经？无量寿经。这无量寿经有9种不同的版本，你用哪一个版本？他用下联句的汇集的。跟我们现在讲的是同一个本子，太难得了。另外一个同学呢，他是学研究孟子，用孟子写这个博士论文，还有一个用唐朝文学家王维，都非常难得，非常优秀。我问他们，也包括他们的教授。唐恩比说的话，你们承不承认？这些人对着我笑，不说话。那我反过来问：那唐恩比是错了？你们有没有同意？也不说话。最后了。还是我来解答这个问题。汤恩比没说错，可能是我们解读错了。这个话对汉学系的学生来说行。他们内行，他懂啊。儒释道他们都学过，而且根底很厚。大概在东方找像他们这些人的时候，不太容易找到。真下了功夫啊！我说为什么？说是大家把汤恩比博士的话解错了。你们现在正在研究这门东西，研究儒学。道学、佛学，你们都是研究的大乘经论，像儒家孔孟学说，道家的老子、庄子，这些东西能帮助现前世界社会解决问题吗？没人敢说。我说我懂得。我说解读错，因为你们所看到的提到的一定是四书五经十三经，
啊，提到道一定是老庄列子，提到佛一定是佛华严、法华、般若这些大乘大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儒释道的花果，非常之美呀！今天的社会行不通啊！啊，我说花果它从哪里长的？它从枝条上长的。枝从哪里来的？枝从干来的。干从哪里来？干从本来。本从哪里来？从根来。你能把儒释道的根找到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啊，要找根呢、啊，老人就是根呐、啊。啊，你把它根找到啊，啊，这个植物是活活泼泼的，它才会开花结果。啊，如果你找不到根，啊，你那个花果插出来是瓶。瓶花瓶里面的插花，那是死的，几天就枯掉了。啊，它起不了作用。啊，那么儒释道的根是什么？啊，儒家的根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就这四颗。一说大家都知道啊，五伦，父子有亲，父父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啊。五伦是讲关系啊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伦理是讲关系啊。懂得关系了，你就知道有义务啊，应该要尽的义务。五伦十义啊，啊，用什么方法落实？用道德的规范。啊，道德根本的东西，五常，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四维礼义廉耻，八德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。啊，我们把它归纳为最精要的，实际上是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。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是老祖宗，是不是他们发明的？不是。是不是他们创造的？不是。从哪来的？人性里头来的。啊，所以你看看《论语》里头讲，这孔子说的，人性本善，是孔子说的吗？孔子很谦虚，孔子也很实在。啊，他老人家自己说，他一生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第一句话说明，父子一生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。那么他所学的，他所修的，他所教的，他所传的是什么呢？古圣先贤的，所以后人尊称他为大成之圣贤师。啊，当然集大成，因为文字发明很晚，啊，中国的文字黄帝发明的，啊，黄帝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。4500年啊，中国的文化一般都讲5000年，5000年是讲到伏羲，啊，伏羲到神农500年，
神农到皇帝也是五百年，啊，所以五千年是这个说法，但是我不相信，啊，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输给印度婆罗门。印度婆罗门教一万三千多年历史，啊，他们没有文字记载，世代相传，啊，就是现在的印度教，我跟他们的往来很多，啊，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啊，我想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万年以上，世世代代相传。诸位想想，古人能传错吗？二十个字不会传错啊！啊，五常五个字，四为四个字，八德就八个字，绝对不会传错的。中国人的教育，历史渊源很差。啊，老祖宗这是信德了流露啊，啊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，所以说出人心本善，啊，善是什么？这四个科目都叫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啊，是一种赞叹、赞美，它太好了。国家正是设立。教育的机构啊，由官员来执行来推动，这个应该是在尧舜啊，我们在尚书里面看到啊，尧王设立一个官员叫司徒啊，管什么呢？管教育啊，推动教育，教什么东西呢？就教这四科科目。这四个科目从那个时候推动，一直到秦朝，啊，秦朝末年，教学的宗旨、教学的方向、目标都没有改变，啊，这个是老人的经验呐，老人的智慧，啊，老人的方法，啊，老人的沉船。那么发展到后代，我们算从清朝讲起，啊，乾隆编这个最大的一套丛书《四库全书》，啊，《四库全书》你仔细去观察，哪一部书违背这个原则？啊，刚才讲的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你知道哪一部书违背？没有。换一句话，这十二个字是中国文化的总纲领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是它的大本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习，我们起心动念不违背这十二个字，我们的言行不违背这十二个字，人人是圣人。啊，每一个家庭那是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社会是和谐的社会，啊，是爱的社会，天下是平等的天下，和平的天下，真能做得到啊，不是假的啊。啊，这就是老人言。啊，大乘佛法，这是汤恩比博士特别提示出来的。确实，大乘佛法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学术。啊，因为中国古人留下的东西都是讲原则。啊，像大学里面所说的。
明明德，清明止于至善。啊，这句话怎么讲法呢？啊，如果用大乘来解释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不用大乘的解释，那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明德，明是光明啊，正大光明。啊，这是我们一般人解释啊。啊，从前读书人确实是向这个目标去迈进。啊，真正做到正大光明。啊，清朝金銮宝殿、太和殿，太和殿的匾额就是正大光明，明明德。为什么上面加个名字？明德是你的自信，你本来有明德，现在不明了，现在迷惑了，所以再加一个名字，要明明德。啊，那么在大乘佛法的明德是，明德是自己的本性，叫真如自性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把自己迷了。啊，所以这12个字都忘掉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12个字完全违背。这个违背关系很大了。啊，违背之后是不孝、不慈、不仁、不义。现在社会确实如此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你看他们在想什么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啊，那么佛法里头最重要的是讲无我，把我放弃，无贪无嗔无痴，啊，这是佛法要求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自私自利的心很重，而且我贪我嗔我痴啊，我慢，全都是从我这里产生的，啊，所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那我造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跟社会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很大。儒家讲的笼统，老子讲过一句话，跟佛讲的很接近。老子讲：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”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整个宇宙叫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说得清洁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我起心动念会不会影响别人？肯定影响，别人也影响我，我也影响别人。啊，这个大乘经里面讲得非常微细。啊，佛是3000年前讲的。啊，现在世界大家承认释迦牟尼佛原籍到今年2500多年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不是的。跟他相差了600年，我们中国古老一辈的，我们前辈的老和尚，都用中国的纪年。啊，那按照中国所记载的呢，释迦牟尼佛出生，周昭王24年，
啊，释迦佛的灭度是在周穆王，那从这个年代算，算到今年的时候，应该是3038年。啊，这个事情，每一种说法都有根据，我们不必去考证，要考证一定要把释迦牟尼佛请出来才知道。啊，不请出来的话，这个官司打不清的。啊，我们不必去操这种心。啊，3000年前佛讲的这些，宇宙人生真相，被今天科学家证实啊，我们听到科学家的报告非常安慰啊。啊，特别是最近的30年，量子力学家啊，他们的报告讲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现在的物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是两个方向，两极，啊，一个是研究无限大，啊，宏观宇宙，啊，他们的报告是用现在最精密的仪器来观察宇宙，实际上呢，只能够看到宇宙10%。另外90%不见了。啊，我们听这个话我们听得懂。啊，那90%的宇宙到哪里去了，我们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啊，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那不见的那一部分回归自性。啊，我们净土宗里就常寂光净土。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没有现象，所以你找不到它。啊，科学所研究的一定要有现象，才能观察到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啊，它有办法能观察到。那么自性呢？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它观察不到。啊，怎样才能见到自性呢？佛说的。你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那科学家没放下，科学家如果放下了，真的他就见到了，他就成佛了啊！所以科学家如果接触大乘呢，我相信很快他们都会成就啊。另外一个阶段，量子力学微观世界啊，他看到的宇宙这个物质是什么，他发现，他说世界根本没有物质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啊。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精神现象啊变现出来的啊。物质的基础是心念，就是念头。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！我们念头要是不善，会传染别人啊，他也不善。那我们大家都不善，会传染到山河大地啊，树木花草花火的山河大地都不善了。山河大地不善了，那就是地球上灾难出来了。灾难是这么来的。如果要化解灾难，容易。我们念头转正了就行了啊。所以去年8月，有几位外国的科学家在悉尼开会啊，也邀请我，我没有来参加，我让我们学院的同学们，他们去了8个人参加这个会议，会后呢写了一份报告给我，我看了非常欢喜啊。他前面一段是讲科学最新的发现啊，看看跟佛法完全一样。后面一段呢是讨论2012马亚
这个灾难预言的问题啊，美国这位科学家布莱登他说的很好，跟我们佛经呢讲的意趣完全相同。2012的灾难不是不能解决，只要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，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把地球带到更美好的境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这一年来特别选的《无量寿经》做详细的讲解，啊，现在讲了一半，啊，700多个小时，估计呢，大概讲完了会超过1200个小时。啊，格里菲斯大学的校长上个星期到山上访问我，我跟他说，我现在开的这个课程啊，这个大概1200个小时，那算学分有60个学分啊，600个学分，学校没这么大的课程啊。如果是华严经呢，我过去讲华严经要多少时间讲完了，20000个小时，哎，10000个学分。佛法东西确实啊，博大精深呐，包罗万象啊！啊，他知道一切这个动态的原因，什么原因发生的，也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。但是人不相信啊，人家说这是迷信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必须科学家相信的，大家才会相信。可是我有理由相信，20年到30年之后，科学家都信佛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科学跟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全在大乘经里头。这他们没发现的，他要一发现一接触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佛教摇身一变变成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，不一样了。真能帮助解决问题啊！我昨天收到一封信啊，日本前首相鸠山写给我的，也谈到日本这一次的灾难啊，空前的大灾难，希望我帮助他啊。日本东京有一个江本胜博士，他到大概澳洲来过2-3次，第一次来我接待他，他研究水啊，做了10几年的实验，第一次跟我见面他是应该有5、6年，有15、6年啊。这个实验被科学家肯定，在联合国多次的发表报告啊，水是矿，试验证明水会听啊，我们说话他能听得懂，他会看啊，他会看文字，会看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，矿我想很多同学你们都念过心经啊，心经一开端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五蕴是什么？
五蕴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其实就是量子学家发现的量子，现在它的名字叫量子，也叫小光子。啊，多大呢？电子，也许我们有个概念，啊，电子，啊，原子核，电子，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，很小了。它是电子100万分之1，啊，这100亿啊，啊，就是100亿个小光子组成一个电子。这一个小光子就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整个宇宙没有一个不知道啊。先熟过世的望经还原观，那是一篇学习华严经的一篇论文。你怎样入华？入华严境界。啊，这篇论文写得非常之好，啊，分量不多，写得非常精彩，啊，里面第三段告诉我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从哪来的？从自心里来的，啊，所以佛法讲常讲啊，意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啊，无明不觉生三系。境界为缘长六处，这是宇宙的发展啊，变现出来宇宙啊，从一体起二用啊，两个作用，一个作用宇宙出现，第二个作用我出现，所以佛法讲正报依报，正报是指自己啊，我是正报啊，别的人是我依报里面的友情的依报，是这个意思。那物质呢，是物质这个无情的依报啊，依报里头有友情的，有无情的啊。那我用现在的话说呢，我的环境，生活环境里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，这大家就好懂啊。所有一切人连诸佛菩萨都是我这个人事环境啊，是我的生活环境。这环境不是大爆炸来的，爆大爆炸讲不通啊。那么我们一些科学家确实看到宇宙是一个膨胀的现象，这个膨胀现象是什么呢？其实有原因，是我们的妄念在膨胀，是我们的欲望在膨胀啊，是我们的取欲在膨胀，这些事情啊，啊，影响到太空。你看，我们的念头影响到太空，啊，影响到别的星球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鸠山首相我会回一封信给他，啊，日本灾难要画出，很简单，日本人要真正。忏悔，要真正回头啊，把日本从中日本文化从中国学去的，而且过去学得很好啊，在日本产生很好的效果，现在把它找回来啊，把伦理找回来，道德找回来，因果找回来，日本的灾难就可以化解啊。为什么呢？自作自受啊，不能怪任何人呐！啊，我们虽然能帮忙，我们帮忙自己不改没用。啊，自己本身改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讲经教学念佛，把功德回向给他，回起作用。啊，自己要不改，光靠我们回向不起作用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，所以中国人教老人有道德有学问，圣贤君子啊，圣贤君子是
是中国过去传统里面修养的三个等级，就像现在学校的学位一样啊，君子最下面的学士学位啊，贤人是硕士学位，圣人是博士学位，是三个学位的人啊。那么在佛门里面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也是佛门学位的一种啊，最低的学位是阿罗汉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菩萨相当佛门硕士啊，佛是最高的学位，佛陀叫博士啊。所以佛教不是宗教啊，你把它看成宗教错了，冤枉他了，那是对不起他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在世的时候，19岁离开家庭，这是个非常好学、聪明的一个年轻人。啊，19岁放弃了王位的沉船，在人家求之不得的，他放弃。啊，放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啊，去过一个苦行僧的生活，这一般人就不可思议。啊，他为什么追求真理？啊，那么印度当时宗教发达，学术发达，所以印度的哲学跟宗教世界上知名。啊，那么他。所有的学派都亲近过，都去学过，所有的宗教也去学过啊。印度的一个特色，这是中国没有的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。他们重视禅定，无论是宗教或者是学术，都有很深禅定的基础啊。所以佛家讲的四禅八定，那不是佛教的，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啊。每个人都学，在禅定的境界里面，空间维持不见了，所以空间维持要科学家都承认啊。空间维持多少呢？没有数量，无量无边啊，里面也很复杂啊。可是在禅定当中啊，能把空间维持突破，那我们就晓得空间维持从哪来的，从分别执着来的。我们有多少分别，有多少执着，无量无边，所以空间维持就无量无边啊。禅定呢，把这些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这一放下的时候，发现空间维持没有。所以在禅定里面，上面他能够看到28层天，下面能看到18层地狱。他不是理想啊，不是从数学推演的，他亲自看到的。定中境界是限量境界，就跟我们现在看到是一样的，他亲自接触到的。所以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要一清二楚啊。可是我们想到释迦牟尼这个年轻人啊，他的问题并没解决，六道从哪来的，为什么会有六道，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，这个问题啊，所有宗教不能解答，所有的哲学学派也不能解答，逼着释迦牟尼啊，在恒河边上大树底下入定，入更深的禅定，禅定啊，把四禅八定啊要突破，入更深的，这下明白了，这答案全解决了啊。所以叫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佛了。
这个学位拉到最高的学位，30岁。那这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！整个宇宙，无论是大，无论是小，通通都明了了，开始教学。啊，这个他的愿望真达到了，真理找到之后才是教人呐。啊，看到大家都不明了啊，啊，在办教育，啊，开始教学。他教学一生没到场，啊，没有一个教室，他教室露天的，啊，河边、树下。啊，也没有固定的住址，这个地址。一生是游牧的生活，真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多么自在！啊，从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过世的，教学49年，啊，就将近300余会。这上像我们现在半班300多次，啊，这个班半班的时间长短不一定，啊，很短的几个小时，也是一半，啊，长的好几年，啊，所以从他教学的过程当中，最初讲的经，我们人间不能接受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他在定中讲的，没有定功的人，你不能够参加他的讲座。参加他的讲座要有相当定功，你入定才能入他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华严经27日中讲的，啊，14天就讲完。那我们现在学习要花20000个小时，这17天就讲完。要知道定中的时间没有了，空间时间都没有了，啊，所以可以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刹那，一刹那展开为无量劫，真得自在啊！啊，空间时间没有了，空间也没有了。空间没有了，就距离没有了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啊，没有距离了。啊，所以真的变法界、虚空界事情，他全了解了，全明白了。啊，佛经里常用6个字来包括：信、能现的体，这就讲的本体。啊，宇宙万有本体。所现的是相，现象是3种现象：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。这相，离、事、因、果，用这6个字全都包括。它一切通达了，没障碍了。啊，出定之后，看看世间这些人，他从小学办起。从幼儿园办起，慢慢来，再来。啊，所以定中所讲的这部经不谈了。啊，叫阿含。阿含是佛教小学，就叫小乘，也叫小乘法。啊，阿含12年。啊，12年接着办方等，方等就好比中学。啊，方等8年，就加前面20年。20年之后讲般若，般若是大学。啊，22年，所以在佛教学一生当中，般若讲的时间最长，讲了22年。啊，是他整个课程的核心。啊，般若讲什么？般若讲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告诉你，一切法是从念头上产生，如果没有念头，一切法不存在。啊，这一桩事情
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。普朗克，德国的德国人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是专门研究原子、研究量子的，他发现。最后的八年讲法华，法华好比佛学的研究所。他确实有程序的把大家统统带起来。可是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有些人小学毕业不想再修学了，你成了阿罗汉，阿罗汉证得之后，他不愿意再往下再向上提升。但是有些阿罗汉就回向向大，他继续深造，那就成菩萨了。菩萨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所以他是教育啊，是了不起的一个教育啊。我们今天把它看成宗教，冤枉他老人家了。我学佛。我也跟诸位讲过很多次，我学佛的因缘是学哲学。在那个时候，我26岁。我的看法，宗教是迷信，佛教是迷信里头的迷信。为什么呢？高级宗教只拜一个真神。佛教什么都拜，叫泛神教、多神教。泛神教、多神教啊，是低级宗教。你看，把它贬到这个程度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意思去碰它，从来不到寺庙去的。我在20岁的时候，对哲学就很有浓厚兴趣。26岁也遇到方东美先生，当代的哲学家，也是同乡，安徽桐城人，桐城派的后裔，方苞的第16代，方苞是桐城派的始祖啊。我跟他学哲学，非常难得，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从西洋哲学讲起，讲到中国哲学，最后是讲到印度哲学。印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当时看着非常讶异，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而且是低级宗教，它怎么会有哲学？他说你年轻，你不懂。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从来没听人说过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一堂课之下的时候，把从前错误观念改正过来了。他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告诉我，他说你要想研究佛经哲学，现在寺庙里没有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从前寺庙里出家人真的大学问家，为什么？他真干，他真研究，真干，确实有道德有学问，所以古时候出家人受到社会的尊重，为什么？帝王都拜出家人做老师，这帝王师所以各界的官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都会上山向老和尚去请教。那真能帮助你解决问题。现在出家人不学了，不学经教了。你去问他们的时候，你什么都学不到，那怎么办？
在经典里面，他只是问一条路，你到寺庙去找经典，因为在那个时候60年前呢，佛书非常缺乏，买不到啊。大藏经只有大的寺庙才有，一般寺庙里头没有大藏经啊。所以我们就找大寺庙，它有藏经的，利用星期假日空闲的时间去抄经。最初学习我还抄了10几部经，买不到了。大量佛经流通，也不过就是最近的30年。电子制版发明了，这个印刷的技术提升，成本低，这个印的量也大了。我们得到这个经书啊，这么方便，在以前很可怜的，找不到啊。那么我听了方老师的话之后，我就晓得这门东西好，想专心学这门东西。没多久认识张家大师，所以我佛学的基础，张家大师奠定的，介绍我入门方东美教授，没有方老师我不会信这个东西，但是没有张家大师我的根就扎不稳。方先生到底是哲学，完全用哲学眼光来看佛法。张家大师是个修行人，道道地地的修行人，受过严格的训练，真禅实学基础是他的老人家奠定的。我跟他3年，3年他过世了，我跟他的那一年我26岁，他老人家65岁，他68岁走的。他走了之后，我跟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这是个儒佛大家，儒释道都通，我跟他10年。这10年呢，他教我讲经，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出家这个行业是他替我决定的，他要我出家，要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很老实，很听话。出家之后真的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明白之后就讲经嘛，我没明白就开始讲了，所以我讲了53年，实在讲啊，讲了这么多年，慢慢的越讲越明白，越讲越欢喜。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，很难得在那边呢认识了许多宗教，新加坡有9个宗教，我把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陪同他们去旅游，去访问，访问中国，国家宗教局接待，参观了中国各个宗教，发现什么呢？观光旅游是宗教团结最好的课程。平常这些人在自己宗教高高在上不容易见到的，那观光旅游大家从早到晚都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什么都谈，家里的丑事也可以谈，所以真的变成兄弟姐妹，变成一家人了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因，
澳洲，我们的移民部长知道了，澳洲学校知道了，像昆士兰大学、格里菲斯大学找我，都是这么一个原因，在这个新加坡这个3年半没白住，部长非常希望我到澳洲来。给我一个特别的签证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签证，反正别人看的时候，他说澳洲怎么可能给你这个签证呢？我说什么签证呢？我看跟你们没什么两样啊，里面写的不一样。而且我的手续是在香港办的，部长打电话给香港的领事，我这个案件2个星期要办好。林氏非常不高兴，你们跟部长什么关系？怎么拿他来压我？到以后，这个签证发签证的时候，不是在柜台，是他的办公室，亲自送给我，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我们国家发这个签证，你是亚洲第一个人。”我也不知道什么签证，反正到这呢，很受礼遇，就是。联邦政府对我很好，非常礼遇，部长是希望我帮助团结澳洲的宗教，团结澳洲的族群，所以我就跟2个学校发生关系，格里菲斯大学，澳洲人聪明，这个族群跟宗教，都是不好搞的事情。他交给学校去办，学校是中立的，叫好讲话，团结族群啊，团结宗教，就在这个格里菲斯大学，我就参加学校的活动。那么911事件发生之后，这是世界上一个严重的大问题，产生了恐怖战争，这是大家没想到的。昆士兰大学有和平学院，这是我们从来没听说的。校长请我，跟这和平学院的教授十几位教授举行2次座谈会，讨论这个冲突问题。我提出我的看法，老祖宗的看法，是我们老祖宗的看法，老祖宗解决的方法。他们听了非常欢喜。所以第二次这个座谈会，学校已经把聘书准备好了，请我做他们教授，送我博士学位，我说我都不需要，我要这干什么？出家人不需要这个东西。2个校长来找我，你一定要要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的这些概念的时候，确实对于化解这个世界的冲突有帮助。希望呢，你能够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这么个原因，我才接受过来了。他说，联合国邀请的这个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呢，是专家学者，他不要一和尚，你这个和尚去的时候他不会邀请，一定要有博士学位。我这么才接受过来。那么参加了10几次，我才对整个世界大致状况了解了一些，也因为这样子认识了不少国家领导人。可是我们的建议他不采纳了，他采纳就没事了。布什总统对伊拉克的用兵3个月之前，我就写信给他，就告诉他一定要用外交方法和平解决，绝对不能用战争。结果仗还是打了。打仗容易啊，后面受不了我。所以2005年他邀请我，我跟他见了面。也提到这个问题，非常痛苦。我说也好，这仗也打得不错。他很惊讶。
我说这为什么呢？我说让习想打仗的人看到不敢再打仗了，这好事情。所以你从各个方面去看，有利有弊啊，多少人想发动战争不敢啊，那亏吃得很大。所以全都是老人的教诲呀，老人的教训呐。那么现在摆在面前这个灾难啊，灾难我们中国人讲啊，我写的这几个字是中国也是老祖宗所说的啊，叫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要用平常心对待啊，灾难来了心定，不恐惧不畏惧，你就有智慧，智慧才能处理，才能解决。如果一来心慌意乱，那完了啊，灾难还没来你先吓死，就跟癌症一样啊，癌症是普通感冒差不多啊，癌症死的90%吓死的，不是病死的，小病啊，不是大病啊。那你看若无其事根本不在乎的，哎，他几天过几天就好了，自然就好了啊。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例子，所以别被人吓死啊，被玛雅人吓死，玛雅古人吓死更不值得啊，要用平常心看待啊。所以这个艰难来的时候，该留的他就留，该走的就走啊。所谓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这中国的古话。那再接呢，逃不了躲不过，不再接的灾难现前，人不会死光，还是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啊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所以遇到灾难的时候一定是要以这个自信心啊，强烈的自信心，断恶修善啊，像这个布兰登所讲啊，端正心念，我们把老祖宗的12个字抓住，起心动念都不离开他，言语造作也不离开他，那么这个灾难就会平安度过啊。我们自己认真学，学的人越多力量就越大啊，这个大的学让这个地区不受灾难。古人讲啊，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我们大家都修福啊！你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多好啊！啊，我们每个人都修啊，大家一起多修影响别人。头一个从礼貌啊，从恭敬当中去修啊，事出世间法都把礼敬摆在第一啊，对人恭恭敬敬，真诚心恭敬的态度，从这里学习。我们见到每个人啊，都能够90度的鞠躬礼啊，笑面迎人，慢慢影响你的邻居街坊通通都学会了啊，不怕人家不学，天天看人家就慢慢就学了，我们的意念会传染给别人，会传染个树木花草树木，会传染个山河大地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。老祖宗的长处就是他都落实啊，他懂得这个。后面呢，好像今天有几个同学提的问题，我想这些问题都很简单啊，实在不必在这个会上来提，来每一个法师都可以都能给你解答，怕的是你不相信，所以来找我回答啊。那么这一位同学提的，他说他有个同学60多岁了，已经念佛多年，每天诵无量寿经非常好，他去年脚伤不能下床，半年来一直是这个念佛或者听经，
啊，最近人舒服一点，心里佛号不断，已经能下床，他想恢复诵经，可是诵经反而不舒服，那就不必诵经，啊，还是听经念佛就可以了。不要勉强啊！这个第二位哈尔滨的居士，他想请一套《大藏经》供养。这现在版本很多，有维经，《大藏经》没有维经啊。但是《大藏经》里头有维经，有维经已经列出来，告诉你哪一部分是维经，都写出来啊。所以只要是《大藏经》都好。现在比较普遍一点是龙藏啊，乾隆编的大藏经。这位同修问的是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啊讲这个绕佛。绕佛呢，我们中国在北半球，现在我们这南半球。北半球最上的是北极，南半球最上的是南极。啊，哎，所以这个是颠倒的，啊，但是你右旋就对了。啊，我们记住是右手，啊，你像我们左圈子这样走法，顺时钟，这叫顺时钟，顺时钟就对了。哎，无论是北半球、南半球，我们顺时钟就对了。啊，这样绕佛就很好啊，所以不要太挨板啊。佛法最重要的是放下执着，我们还是这么执着啊，这个学佛就学错了啊。学佛是叫你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啊，真正放下执着，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那就是阿罗汉。啊，都不分别了，就是菩萨。啊，菩萨不但不执着，分别有。如果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成佛了。也回归于自信。佛法好，啊，我跟诸位介绍的是我自己学了60年，啊，讲经讲了53年，啊，越讲越欢喜。啊，真正明白了孔老夫子为什么快乐，颜回为什么快乐啊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越学越快乐。佛法讲的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啊，人只要一生欢喜心，心是定的，不受外头境界干扰。啊，这些事情呢，也应当告诉鸠山首相。啊，希望在日本能够提醒这个日本的学佛的同学，啊，都能够懂得，啊，确确实实对自己有大帮助。啊，对整个地区，这个化解灾难也有大帮助。今天时间超过10分钟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